怎么会有这个？我跟你说，这个是阿浩昨天晚上喝的酒带回来的。你别人喝多丢东西，他往家里送东西。那那个不会也是吧？别笑，我这好像有钱呢。嗯，800，值这个价？感谢叔叔，没了。你俩明天去参加婚礼吗？份子钱准备好了吗？那就是充电宝老板啊。是哦，你想要在婚礼上能充电啊？哎，他同意给钱了？同意了，人家把东西还给你。那怎么办？婚礼要开始，咱们筷子。找一个兄弟就高兴，你今天可别了，好吧？不能。新娘子能退吗？